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德云社欢快今晚的德云相声大会。我们演出马上开始，首先请欣赏相声《绕口令表演者》张鹤军、于和珍，掌声有请。相声大会，哎，打我们两个人这儿就算开始了。头一个节目，哎，各位今天都来着了，怎么呢？啊，我估计大多数的观众朋友不知道今天这个演出是什么内容啊？什么内容？你给介绍一下。今天我们这个演出叫《风箱》。对，啊，可能大多数观众您是撞进来的，哎，有这种情况。撞着没关系，您撞到德云三队那就是缘分。对，《风箱》演出来源于戏班，啊，一年了，演出结束了，快过年了。把这个戏箱道具箱装好了，贴上封条，我们学的人家，哎，这叫封箱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啊，是我们德云三队三里屯剧场的最后，今年的最后一场演出。哎，所以今天这个演出呢，大家伙儿跟平常看到的演出是有区别的，哎，不一样了，不一样，有说的，有唱的，有折腾，有闹的，什么样的节目都有。哎，所以您今天这个票钱太值了，是真的。拿我们俩来说吧，我们俩，你看我们俩把这个快板拿上来，哎，今儿我们俩不说相声啊，唱快板。对了，啊，这个咱说实话啊，我们是多年不唱了，可不是吗？啊，多年不唱，免不了在这个台上啊崩瓜掉字儿。哎，今天咱们这个演出呀，您就当是一个大联欢，哎，啊，免不了一会儿啊，换个词儿啊，哎，都保不齐，换个字儿啊，啊，对吧？没关系啊，各位别担心，没关系，忘了没关系啊。比如说我忘了啊，啊，我给他发暗号，发什么暗号啊？小暗号啊，啊，就是特别小的暗号，让他接啊。哦，努嘴儿，哦，努一下嘴，这样。嗯，您这叫小暗号吧？啊，您他都能拴头驴了。当然了，他也背不住忘了啊，没关系。给我发小暗号啊！我也给他发，冲我。嗯，我接过来，接着往下唱。哦，这是一个人忘了。对，那要咱俩都忘了呢？那就对着。哪个？哎呀，太腻了人了。讨厌这人，还讨厌呢。啊，今儿我们啊，这个也是下午对了几遍，哎，对，啊，对了几遍，反正也是有错误，漏洞百出吧。啊，对了一下午，一会儿您看这一遍啊，哎，就是最差的一遍，啊，最乱的一遍。那，啊，他们又得喊退票，没事，这就对了。还没打呢，我们这儿板儿都没打呢，就喊退票啊。喊退票也得有节骨眼儿啊！哎，就是。行了，咱们闲话少说吧，打板就唱。啊，这咱管你不把这袖子挽起来？还是得挽挽袖子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一般来讲啊，在过去旧社会，只有两种人挽袖子。哪两种？一个是唱快板的，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后厨和面的。还和面的。反正是各位多担待吧，尽量不唱啊。哎，哎呀，咱们就争取弄得越乱越好啊。哎，主要是图一热闹。那相声演员吧，啊，唱对了也是对了，啊，这个唱错了也是对了。是是，闲话少说，打板就唱，打板就唱，两个人打齐了啊，打齐了。蛤蟆愁，螃蟹愁，蛤
里头，乌龟头，鱼头，虾头，各有分头。虎头大家把它高山下，狼头的野心不改耍滑头，象头脸盘皮又厚，鹿也头，脑袋上齐唱八声的鸡叫。把头备安，秦千里这个骡子头他这一世修，羊头总长把这胡子长这个牛头，头子换牛轴，狗头他怎么两个吃屎，这叫忠诚的怎么看他臭水沟，鸭子头啊本了他的嘴儿，鹅头的把他关上绑了一个奔的头，蛤蟆头长了一身脓包，借这个螃蟹头的进坑漏，蛤蜊头一沾自首，乌龟头的不敢出头，鱼头离水不能的走，虾米头的空翻乱大没有准头。绕口令儿最难唱，我唱的是什么楼子九丈九，四门三条五牌楼，出了店门奔正东，这个离城四十走，通州这个通州有六十六条胡同口，里边住着六十六岁刘老六，六十六岁刘老刘，六十六岁刘老头，这么老哥儿他盖起了六十六座好高楼，楼上有六十六朵桂花油，楼上盖六十六女的钻头，头上绣六十六个狮子。
成七，神来没事出成七，祝我狼年有照例，一二三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四三二一，六五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三二一，二